十六针的长围巾，边针都织了，很松啊，很有弹性。然后呢，我们将这146厘米的长围巾取出它正中间，再看一遍啊，正中间的多少呢？32厘米。146上正中间找32，虽然说我不会量，很简单啊。你的这条长围巾，你直接从正中间给它折一下嘛，折一下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从这头往这头量，从这头往这头量啊，16厘米。比如说量到这儿，哎，好了，两边这儿系上别扣，这不就找到正中间了吗？啊，有同学织习惯了啊，从这头还数呢，数针数呢，没有必要啊。我们第一可以采取这种方式，模糊的查找，然后呢，在左右进行一两针的微调，找出正中间对称的位置来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当然你还可以通过数花纹啊，哪个花纹在正中间啊，这样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找出了正中间的这32厘米的宽度，好了，翻过来。我将这32厘米的范围之内，看啊，32厘米的范围之内，从这头到这头，我将进行挑针。你看，之前我们埋下了伏笔，让大家每一针都织，所以有了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，会使得我们这个位置啊，注意看，这个位置呈现非常整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，你挑针会挑得极其方便，不是在32厘米的范围之内挑针吗？对不对啊？你大概在每一行都能给它挑出一针来。我们最后挑出所有针，每一针啊，每你是编针每一行都织的，第一针都织，横着来说呢，那一针它对应的就是一行，对吗？好，每一行都挑出一针来。不要隔开其他的针啊，如果隔开这就一洞啊，每一针都挑出来，挑挑挑，一直挑到这头，总针数无论它是多少一定要都挑出来。第二行我们均匀的给它减至71针，多就减，如果你挑的少了就加，明白了吗？加的时候也在非常非常均匀的这个位置啊，这样的来加针或者是减针，不要可着这位一个位置减，然后这边又没减，然后这边又减了，那就不好看，两头就出鼓包了啊，或者是凹陷。好，71针我们都挑出来之后，我们将这71针按花纹往返向下编织后背片。那么这71针是怎样安排的花纹呢？同学们准备截图啊，看到这几个字了吗？后背排花71针啊，这当中啊，包括我们是从这头开始织的啊，13针的横条纹针。横条纹针是谁啊？就是5行正1行反。截图啊。好，横条纹完了以后呢，就是一针反着你会织啊，一针正着你会织。这一针是拧着织的啊，拧着织，就无论正面反面都给它拧着织啊，一针反着你会织。4针的铜钱花，铜钱花你也会啊，这儿呢就这个花纹跟围巾是一样的啊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1针的反针，1针拧针，5针的反针，这都你就会织啊。15针的海棠菱形针你也会啊，之前的围巾我们不就是这花纹吗？已经轻车熟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完全按照后背排花，我们往返往返向下织，还是老规矩。我之前强调过，如果我不特意说的话啊，你这71针的第一针和最后一针怎样啊？你的编针应该怎样啊？应该给它正常的织，而不能挑下来啊。多数同学啊，织围巾习惯了，把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从第二针开始，那是不行的啊。顺便再强调一遍，织的过程当中，把第一针织的过程当中啊，不能使劲勒紧它。而是正常手劲织啊，它松懈就松懈，不怕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还有缝合的环节啊。好，71针，我们往返往返，按照刚刚的花纹一直向下织啊。你看，一直一直我们向下往返往返往返织，一直织到这儿，高度，同学们看啊，高度我们织多少啊？把这个71针46厘米。
从你挑针位置算起，向下往返往返织71针，织了46厘米。好，然后我们怎样？我们将所有的啊，这71针啊，我们改了啊，改织成什么了呢？仔细看，拧针的什么呀？单螺纹。有些细心的同学啊，已经看出来了，哎，这单螺纹怎么倒栽葱啊？它应该这样啊，没错啊，它应该确实是这样的。但是，我们考虑到一个细节啊，由于后背片完成之后要和那32厘米相连接，如果你缝的话，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，我们北京有句俗话，砍的没有炫的圆，拿一东西拧刀子砍，它有很多的硬茬，如果你要用一小刀来修的话啊，它叫圆圆的，对不对啊？也就是说一个是比较精致，一个是粗放的，所以我们把缝合比喻成粗放。如果你把两部分这后背片先织完了，跟这件衣服这儿相缝合好了，看似你超劲儿了，但是啊，你真的又能把整件衣服毁喽。带着北京的浓重口音啊，告诉你毁喽。为什么要毁喽呢？你看这个位置，如果你缝的话，弹性就很小，对不对啊？缝手针相缝合的位置永远没有挑出针来往下织来得有弹性，记住这句话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一看花纹也不涉及到倒栽葱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位置32厘米位置挑针啊，挑71针，然后向下织46厘米，而不是从底下起针向上织，最后再跟这缝，那样你就被动了。缝没有挑针时间用的这么的少，而且还没弹性，线缝多费力气，对不对？好，看我们又避免了一个坑啊，而且是一个大坑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将这46厘米完成之后呢，织的是拧针的单螺纹，我们一共给它织了4厘米啊，这个位置，拧针单螺纹非常好编织啊，就是所有的反针不变，所有的正针在织的过程当中碰见啊，这一整行碰到正针我们就拧着织，碰到正针就拧着织啊，反针不变，而且这行拧下行不拧，第三行又拧，第四行又不拧，理解了吗？好，织完4厘米之后，我们一定要给它收一个机器边，并且啊，有些同学有这样的习惯啊，一碰到螺纹就玩命勒紧了织啊，织习惯了最早的那种传统咱们那个4处螺纹一处平针的那种衣服了啊，4处螺纹底边两袖和领口都是螺纹，正身全是平针那种老毛衣，还记得哈？所以大家习惯了啊，碰见螺纹就使劲，你这都使劲都习惯了，到收针的时候又使劲啊，又拉扯长线，如果这样的话你又把整件衣服毁了。我们明明是一个像这样的啊开口的一个衣服，你给它弄成一个松紧口的了，那就显胖了，对不对呀？啊，所以这个细节要注意啊。我们最后收针一定要收成机器边，并且松松的收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只有这样，我们啊边沿的位置才是一个显瘦的状态，而不是一个传统老毛衣的那种啊，看上去胖胖的，理解了吧？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将后背片和长围巾部分相连接并且都织好了，它现在形成了一个倒置的大写的 T， 像不像一个 T 呀？好，这时候我们将进行最最华彩的环节，也是最好玩最有意思的环节，干什么呢？缝合左右前片。看，原来 T 型的左右两个大围巾的部分，我们要给它怎样啊？左右交叉，哈哈，搭过来，看到了吗？这一面可以朝上啊，这面朝下，你看它俩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。搭过来之后，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，把底下先戳的齐喽，这又是老北京土话啊，意思是把底下先对齐，这边先不看啊，看，这是你的其中的一个片啊，在底边这看，它俩先对齐了，看。对齐之后，然后我们怎样？我们把你这个先是交叉了，别忘了啊，如果同学没交叉的话，你这件衣服就是一件开衫了。这件衣服有创意的两种穿法啊，如果你没有交叉，
没有交叉，就是一个开衫，而是两个直接就这么搭过来，侧面全缝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当然，如果你要是交叉的话，就形成我现在这个效果啊，大家不要搞错啊。好，地边对齐之后，我们将这一片交叉过后的这一片的这一头，看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们拿这一个边和底边，它们两个取多少啊？看啊，底下是32厘米，就是你的后背片，我取32厘米。上边呢，仔细看啊，上边这一部分，看，也是对应着32厘米。我们要把这两个32相互在内部，看我这缝合的痕迹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在内部给它缝合上。注意啊，只缝合32厘米就足够了，不能再往上多了。为什么？多了以后你的衣服就交叉不过来了啊。好，各取32厘米缝合之后，注意，注意啊，看这一部分，看到了吗？也是后背片的。它没有和刚刚你缝合这32厘米产生任何关系，一定要注意，交叉过来之后就找32来缝合，然后多余的部分啊，多余的部分啊，不要缝，缝谁？缝你底下的这个片儿，看，缝底下的这个片儿啊，但是要注意，缝的时候一定要将它们两部分啊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并且。第三个坑啊，给大家说一下，原款这个位置啊缝的有点过长了，所以导致袖子有点小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拍杂志模特穿的话没问题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穿，这位置就会略显有点紧了。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位置大家取4厘米缝合就行了啊，一定要注意4厘米，不要增多，这个至少得有8厘米了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我们取4厘米和之前的啊这个片儿没有缝合过的这个片儿相互缝合在一起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样我们剩下的这一部分有18厘米长，这18厘米指的是哪儿啊？就是你后背片儿的长度，理解了吗？你后背片儿总长度你是知道的啊，开始呢是一个多少啊？一个四十六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之前是一个46厘米，然后又织了一个4厘米的一个小底边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一共是46加4，一共是50厘米呢，对不对？50我们取了32，取完32之后又加一个四，得多少？36，然后最后剩下的是多少？36，还剩14厘米，对吗？好，这14厘米。就作为袖子的袖拢，一会儿要挑织袖子的，明白了吗？好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位置只取4厘米相互缝合啊，两部分啊，这部分呢是前后啊，两部分各取32厘米相互缝合，针数尺寸必须在这位置要严格，否则话穿着不舒服啊。当然另外一侧是怎样的啊？是和它相同的啊，另外一侧是和它相同的，同学们仔细看啊，也是取32厘米，看到了吗？啊，也是取32厘米，将之前跟这缝合那4厘米的那个片儿啊，从这引过来的，俩人各取32，从内部给它缝合上了啊，缝合上之后，然后呢，32厘米缝完之后，你之前的第一个片儿，看啊。第一个片我要取4厘米，和这边后背片这边的这个边沿啊也相互缝合，就是刚刚缝32的这个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后背片的部分4厘米，它4厘米在这儿缝合，这边剩下的部分全归，应该剩下14啊，全归谁所有啊？袖子所有，理解了吗？原款我们采用的是拧针单螺纹的袖子啊，这是为了拍杂志出来的效果呢会更纤细，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普通人的话，穿着的话啊，或者是你胳膊这儿有点粗的话，就不适合这个袖子了啊，你可以给它改良。好，在14厘米范围之内的这个什么呀，整个的这个位置啊，我们要给它挑出所有针来，理解了吗？
前片这儿，包括后背片的这个位置啊，挑出所有针来。好，挑出所有针，第二行的时候，我们要给它均匀的剪至48针，必须要挑出所有针啊，这样的话你这位置会非常的整齐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很整齐的啊。挑出所有针来之后，你可以织正针，这48针你可以完全织正针啊，环形一直向下走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对它做出一些调整，休业处也可以剪针，大概你织12行或者是14行左右啊，在这儿左右各剪一针。当然你要觉得48针太少，你也可以将所有的挑出来的针第二行均匀剪至啊，54针56针都行啊，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胳膊的粗细来定啊。然后也是在休业处可以剪针，但是由于我们这款是为了强调中间交叉的这一特点，所以把细节这些位置做了一个弱化的处理，并且呈现效果也会在模特身上穿着的时候啊很纤细，就是为了把这位置的特点放大。所以啊，同学们在现实生活中穿着的时候，这处可以调整啊。好，整个袖子的长度啊，同学们啊，如果你个子比较高的话，那就是46厘米就可以了啊。如果我们普通的身形1米65，44厘米就可以了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原款48针一直织到这儿，织46厘米，最后收了一个机器边儿，就完成了，理解了吗？织正针的同学啊，在这儿每隔12行或者隔14行剪一次针，一次剪2针啊，这大家都会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直剪到哪儿呢？如果你想织一个普通的这种啊袖口的话，一直织到比如说我们是44厘米的一个袖子啊，你织34厘米就好了啊，从这儿开始到这儿，最后呢10厘米织这样的一个螺纹边，收机器针机器边就可以了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设计将这件衣服呈现在大家面前，它真的非常好操作。为什么呢？你害怕的所有的环节都没有涉及到，但是用简单的方法你就能够完成它，并且就你有这件衣服，别人谁都没有，厉害吧？好了，这就是编织带来的无限的让我们非常非常赞叹的这些创意。如果喜欢请点赞，非常感谢各位。